韩国瑜送帅。国民党总统初选，韩国瑜出现，第一时间主席抢先送上恭喜。今天要特别恭喜的韩国瑜同志。Wonderful. 谢谢国瑜兄，谢谢。落败了两位对手，同样大方，韩国瑜、周锡玮互相拥抱，兄弟之情尽在不言中。而当周锡玮提出六祖慧能的比喻时，韩吴相视而笑，相当有默契。我觉得他很像禅宗的六祖慧能哈。大家再看一看他的头型跟相貌，还真像哈。他的情境很像，现在民进党开始要真正的追杀他哈，大家一起来做他的天龙护法。我心无挂碍，故无有恐怖。希望大家以理念团结，一起赢回中华民国。致上我的歉意跟感谢。深深一鞠躬向支持者致谢也致歉。曾经被视为国民党储君的朱立伦，民调不但掉到第三，而且数字不到韩国瑜的一半，脸上难掩失落之情。而他同样呼吁初选过后团结才是当务之急。我们都要来做蓝军最大的粘着剂，我们希望赶快能够大家团结在一起。韩市长可能更重要的是赶快去拜会郭董事长，能够争取郭董事长的支持跟团结。成功不必在我，成功一定有我。我本来就是不计个人荣辱，希望团结打拼台湾的前途。不谈个人去留，国民党下一步若想蓝天重现、重返执政，团结将是唯一机会。记者张昭鹏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